郑伊健作为爱心大使出席助林扶老步行显爱心的宣传活动。近日，伊健为电影《霍元甲》的拍摄剃光了他心爱的头发，不仅如此，还和陈小春两人置身于内地偏远的山区，为电影的拍摄可谓吃尽了苦头。太冷了，可能我们是不是北方人，我们是南方，就觉得很难受，真的。我觉得自己的血也是结冰一样，跟陈小春，我们两个开玩笑说，我们出道那么多年的时候，最痛苦就是近视。我们以前拍古惑仔，拍过很多电影，也是很热的地方也去过，但是太冷的也是第一次。还有没有啊？只是每一天打边炉，也没有办法，因为这是希望可以把那个心情弄暖一点。郑伊健与小春当年因合作一系列古惑仔电影而熟识，二人的友谊已超过十年。伊健形容大家的关系就像两个女人，大家拥有很多共同的地方，而且彼此都很坦白。今年的圣诞节，伊健表示依然会留在香港，而没有其他的计划安排。当媒体问到是否考虑与女友蒙嘉慧外出旅游时，伊健只是笑笑，希望媒体不要再问，他不会回答的。没有啊，可能有机会留在上海了。过第一次到上海的圣诞节，也还没安排。那你还没时间走啊？哈？没有了。好，OK， 谢谢。